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：二零二二年二月五日，马赛遇情昂热。周六凌晨，法甲新一轮拉开帷幕。率先登场亮相的是马赛对阵昂热，前者为主队。马赛是积分榜前三甲分子，反观昂热只是中下游分子，双方积分相差十一分之多。金帐当然看好马赛主场称雄。 另外，M 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。二十二轮战罢，马赛以十一胜七和四负的战绩稳居积分榜前三甲。他们联手奈斯一起向圣日门施压。上轮联赛挑战实力不俗的里昂，尽管新星马迪奥、古恩杜斯开场十分钟便为马赛先拔头筹。 可惜他们下半场被对手连入二球，最终遭到里昂逆转。这是马赛自去年十二月中旬开始吞下的首场联赛失利，因此球队此前一波连续五轮法甲不败之身被打破，全队上下满腹怨气。此番回师主场迎战弱旅昂热，迪米杰、皮耶特与辛基斯。 安达等阵中一众攻击手一定期待帮助马赛重返胜轨。阵容方面，前锋甘拉特、迪拉芬特因伤缺阵，中场白比、继而与前锋班巴、迪安为国出征。昂热目前手握二十九分，其整体表现中规中矩，尤其是他们做客出战十一次挥军之中七次与对手战和，另外胜负各二场。 可见昂热做客争胜能力并不强，与马赛相反，昂热从去年十二月中旬至今在联赛中仅获一胜，所胜对手还是积分榜下游分子特鲁瓦，其余战绩为一和三负。球队在进攻端陷入进球少的困境。最为不利的是，此前三次走访马赛，昂热非负集和。 最近一次就在上季联赛的次循环交锋，当时他们以二比三败北。昂热做客确实不是马赛的对手。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。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，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。